你是怎么着？我等你还是怎么着啊？哦，不对，阿卓，然后等你把盘起。你现在是加油加蛋的吗我准备完毕了。？OK，行，我等你。我这前线现在不着急。会让你先盘旋一下，有一个 F 三 D。好的，我现在盘旋。A 93，你眼前有一个 F 四正在滑行，看见没有？十二点。目视93，目视 F 四攻击。机枪撸的。好，我这是 Engine Start。我这。到哪 FAFK 了吗？阿柴，我先起飞了啊！去跟队长，负责跟会长先并队。好的，好的。在天上见。那个 A93，稍微拖延点，有小牛飞过来了。好，小牛没奶楼子。继续跟着他屁股后面扫射，如果能扫掉。不悬了，他已经开始起飞了。我已经扫射他很多轮，可他还是起飞了。哎，他 slow down 了，他是不是没？飞起来，飞起来，他飞起来，飞起来。F 四，这是真人吗？真人，真人。哦，他爆了，他爆炸了。牛逼牛逼，他敲的。他为什么爆炸？他被响尾蛇打。啊。会让你现在什么？在罗方丽丽。我现在在正对着13号跑道，在天上盘旋。你高多少？高度是6000米。模式模式模式，这里模式看到了。你的航向是多少？我跟你 hot。我们还在盘旋啥？地面还有一架。OK。我开灯了。我看着，我看着，我看着。我们这边走盘旋，等阿禅。OK， 我现在往34度飞。不知道就后面还有一架。OK。我们再盘旋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稍等一下。刚刚那个 F4 是真的吗？是，对，是真的。这个地堡还在。我刚刚飞过去的那个像水泥堡的那个是。对，有水泥堡，还有和绿地堡。是在机场的栏杆范围外。和绿地堡这边。我看到我们的那个109直走流炮移动了。OK， 那我们航向34度了。被我挪到跑道上。收到。那个二三起飞了吗？啊，起飞了。F14又出去。没有，他没起飞。啊？193，收到，收到。还没加满，还有一点点。有小数。奇怪，我不是火箭吗？我火箭是打不出去。我现在起飞了。你得选择火箭，就是他那个火箭和迷你杆不能同时打，他有一个选择火箭的那么一个单向开关，然后你得选择有一光轮选择火箭数量，一次发射一个或者两个。了解。两个都得拨。有，我刚刚已经从那个机枪拨到那个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再试一试。那个 F 四还有出声吗？
F 四没了，太惨了。有一个乌拉尔375，有一个卡车，在你的现在在你的大概9点10点的位置，在跑道北边，在跑道北边。皮卡车已经起飞。哎，我把它炸了！我操，我用了你的榴弹炮一发红的那个。那子你在哪？我们在机场上吗？现在就剩那个地堡了。哦，地堡里少了一个了，还有一个地堡。OK， 那往三四栋飞。OK， 三四栋。你高度多少？我高度是8000。这些小塔楼都得打，你们还有人可以还击呢。哼，我看到有人在铁机上。服了，还有哎呦反击的，什么东西在反击你？那个 BT 啊。哦，在机场外头。哇，火箭弹，哇。啊，我们是到你们的，就加入你们别的。好的。绿色地堡是我前面的这个吗？对，雷克大号地堡。那个得有人用大炸弹炸。我靠！我螺旋桨断了。有人打断了。我螺旋桨刚刚应该是被那个 BTR 打掉了。